大家好，我叫栾鹏，现在在腾讯音乐集团数据中心从事大数据平台和机器学习平台建设相关的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平台建设过程中涉及到 Airflow 与 K8s 相结合，在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调度中的一些应用和一些使用经验。感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私下联系我。先说一下我们面临的场景。我们建设了一个以 ClearHouse 为基础的实时 OLAP 系统，每天有大量的离线数据从腾讯的数据仓库 Hive 里面写入到 ClearHouse 中，同时还有大量的数据实时消费消息队列写入到 ClearHouse 里面。但是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展，现在每天接入的数据量也在变大。现在已经成为了腾讯最大的 ClearHouse 集群。集群规模大了以后，ClearHouse 的运维问题就比较棘手。于是后面我们就把 ClearHouse 上到 K8s 中，来借助 K8s 的云原生能力，包括资源限制、负载均衡、熔断等这些基础能力，而且也会方便我们数据接入工作的管理。另外一个麻烦的问题是，我们在多个 K8s 集群之上的 ClearHouse 集群，每天要导入大量的离线数据，而这些导入工作对 ClearHouse 集群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进而影响了用户对 ClearHouse 的读取操作。所以，我们设想通过读写分离的方案，把 ClearHouse 写入压力从用户的读取集群中转移出来。转移到一个专门的写入构建集群中去。每个小时离线文件先在构建集群中合并成 ClearHouse 可直接使用的文件，然后再在构建集群，然后在构建集群里面 detach 掉，然后把文件转移到用户使用的读取集群中来，再在读取集群中 attach 上去。因为 attach 本身是小损耗的事情。所以就不会对读取集群产生压力，这样呢，用户查询的集群呢就只有查询压力，没有写入压力，并且因为写入集群是独立划分出来的，即使坏了，也不会对用户查询产生什么影响，最多就是数据延迟了。当然，为了避免多个构件工作相互影响。我们就希望构建集群里面每个 ClearHouse Server 都是一个独立的 ClearHouse 集群，也就是说，构建集群的 K8s 里面每个 ClearHouse Server 都是一个单节点的 ClearHouse，它们之间没有关系。这样呢，当我们有多批数据需要构建的时候，它们就可以并行化的在不同的 ClearHouse Server 里面去实现。当一个构建集群的构建任务出现问题，或者把机器搞死时，也不会影响其他构建工作，因为我们的 ClearHouse 呢本身是维护在 K8s 上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 ClearHouse 的构建集群呢也是维护在 K8s 上的。维护在 K8s 上呢，就会方便我们去借助 K8s 的资源控制、代码 API Server 的调度这些能力。在构建集群中呢，在每一个单节点的 ClearHouse Server 环境里面，我们去拉取 HDFS 里面的数据。导入到当前 pod 的 ClearHouse Server 里面，末置合并好以后，我们再在原来的读取集群上启动 pod，把构建集群的数据拉取到当前读取集群中来。这样原来的 ClearHouse 集群就把数据合并的压力转化为数据拉取的通信要求，而这个要求是完全可以满足的。那我们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调度系统来做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汇总一下问题，再做选择。一个是我们的构建任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景，里面有很多定制化的代码逻辑，比如它依赖了腾讯的 HDFS 集群，需要腾讯特定的 HDFS 客户端才能拉取数据，它需要使用与读取集群相同版本的 ClearHouse Server，还需要特殊的末置合并的这种代码逻辑，要想实现这些，就需要用到容器化的能力。
用容器化的镜像来产生一个这样独立的环境，避免了在与机器环境的这个冲突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构建工作呢需要大量的资源，并且控制不好呢容易造成机器宕机。而机器宕机呢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如果有多个构建任务在同一个机器上，那么这几个构建任务呢可能会跟着一块失败。还有一个是平台的控制部分与构建工作如果在同一批机器上，那么机器坏了，平台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平台受到影响了，那么所有的构建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个特殊的场景呢，是我们的 pipeline 任务流并不是很多，只是比较特殊而已。我们不需要太操心大规模 pipeline 数量应用的问题，也不需要太强调这个任务运行成功率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呢，都是可以失败重来的。在选择调度框架时呢，我们有腾讯内部的选择，也有开源社区的选择。腾讯内部呢，我们有 US 平台，但这个平台呢无法使用自定义的这种镜像，而我们呢本身是封装了一个特别特殊的环境的这种镜像，所以我们需要容器化的能力，并且这个平台呢没有办法和我们已经存在的可量化的读取集群进行联动在一起，因为我们需要在构建集群构建任务，并且在读取集群呢需要把这数据拉取过来。另外在面临社区这个可选择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任务流不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自己熟悉的 IFLOW， 方便我们进行简单的开源改造。右侧呢是 IFLOW 原本的架构，使用方法呢就是用户自己编写 Python 脚本的 DAG 文件，放在 DAG 的目录下面，调度器呢会定期扫描目录下面的 Python 脚本，筛选出符合规则的 DAG 脚本，然后计算调度的时间，把一个需要调度的任务放在任务队列里面。任务队列呢我们就用 Redis， 同时也把任务实例的原数据呢记录到数据库里面。数据库呢我们用的是 MySQL。 多个 Worker 呢他们可以横向扩展，他们会消费任务队列里的任务，获得到相应的任务 ID 后呢再读取原数据中的任务的消息，然后就开始执行任务。任务执行中呢会监控任务的运行情况，也会把这些信息呢同步的实时的更新到数据库当中。另外 IFLOW 提供了一个产品化的外部界面，可以直接查询数据库，也可以直接手动的去发起任务到这个任务队列中。使用者呢实际使用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外部界面，他可以在外部界面上查看任务的运行情况，也可以直接去发起或者销毁这样的一个任务。为了能够让 Worker 横向扩容，我们将 AFLOW 平台部署在 K8S 之上，底层使用 Ceph 分布式存储来保证 DAG 呢可以在多个机器上都可以看到，以此来维护 AFLOW 平台的高可用。另外一个呢是 AFLOW 要处理的任务在 AFLOW Worker 里面，这是原始的部署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真正的任务是在 K8S 的 Pod 里面，在专门用于构建工作的这些机器上面，因为这些专门用于构建的这种机器呢更适合做这些大数据的 ETL 工作，比如它有更高 IO 性能的 SSD， 它有更大的 CPU 内存资源。而这些原本要执行任务的 IFLOW 的 Worker 呢现在要做的只是去调度我的 K8S， 包括构建集群的执行构建任务的 K8S 的 Pod， 包括读取集群执行拉取任务的这种 K8S Pod， 让 K8S 发起我的构建工作和数据拉取工作。这样的好处呢是即使我的构建某个构建工作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其他构建工作或者其他拉取工作。即使我的机器宕机，那 AFLOW 的平台呢也不会宕机，因为我的构建工作的所在的机器和我的 AFLOW 平台所在的机器根本就不是同一批机器。当 AFLOW 平台本身所在的 K8S 集群和 AFLOW Worker 去调度的 K8S 集群呢，本身呢它可能就是多个集群，即使是同一个集群它也会分属在不同的机器上。那么怎么才能实现这样一套结构呢？
我们使用了 Airflow 里面的 Kubernetes Operator，它是 Airflow 多种 Operator 中的一种。这些所谓的 Operator 呢，就是 Airflow 中提供的一批 Python 函数库，你可以直接在你的代码里面使用这些函数库，填上对应的参数，就可以直接启动对应相应客户端的功能，比如有 Python 命令的 Operator、Have 命令的 Operator。还有我们用的 K8S 的 operator，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operator。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这样几个参数。这几个参数呢，是 K8S operator 对应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参数。一类呢，是 DAG 的参数，这个是所有 operator 都具有的，是用来管理 DAG 和 task 的，是在元数据库中能够找到相互对应关系、相互绑定关系的这个一个依赖，因为这个是记录在 Python 代码中的参数，所以这里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多个人在不同的目录下使用了相同的 DAG 名称，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 Python 文件里面使用了相同的 DAG 名称，那么他们会相互冲突、相互报错。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啊，要规范好 DAG 的目录和命名规范，防止这样的冲突的出现。另外一类呢，是 K8S pod 相关的参数。这个熟悉 K8S 的人呢，会比较了解。这类参数呢，就真正控制了我在哪些机器上启动一个什么样的 pod， 做一个什么样的任务。这个也就真正控制了可流号是构建任务的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参数，我们可以借助 resource 参数呢来控制不同构建工作使用的这个内存 CPU 资源，防止构建工作因为这个算力的问题啊相互影响。挂载卷参数呢，我们可以把构建的数据放在主机上，方便我们回看数据。亲密度参数呢，可以让我们的构建控制尽量分散到不同的集群上，或者对于需要大算力、强 I/O 的任务呢，尽量分配在那种大 CPU 或者 SSD 的机器上。另外还需要特殊注意的几个参数呢，一个是 config 文件这个参数。如果你的 Airflow 呢只是控制 Airflow 所在的 K8S 集群，那么这个参数呢可以忽略掉。而我们的构建集群和读取集群是在多个不同的 K8S 集群里面，要想实现跨集群的调度呢，就需要这个参数来指定哪些任务在哪个 K8S 集群里面运行。另一个参数呢，是是否在 POD 运行成功或者失败后删除 POD。如果不删除呢，随着时间积累，那 K8S 里面停留的 POD 会越来越多，对集群产生压力。所以这里啊，我们把它设置为 True。再下一个参数 GetLog， 我们同样设置为 True。因为在上面我们的参数已经把 POD 及时进行删除了，那么为了能够看到过往的日志呢，就需要配置这个 GetLog 为 True， 这样 Airflow 呢就会及时的把 POD 中的日志拉取到 Airflow 平台来保存，并在外部端显示，这样也避免了看日志呢还需要去专门的 K8S 集群才行的问题。不然的话呢，平时呢我们会需要一个 K8S 的一个 Dashboard 或者Runtime Server 的这样一个界面，然后再进入到对应的日志里面查看对应的 POD 里面查看对应的日志。而现在呢，我们不需要关心 K8S， 避免了 K8S 的学习成本。我们只需要在 Airflow 的外部界面呢，点开对应的运行实例的 log 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容器的运行日志了。还有一个参数是控制启动超时。这里呢需要配置一个时间的一个参数，同样是为了防止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任务堆积过多。那这样一批参数呢，用户使用的时候呢需要去理解，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学习成本，一个是 DAG 编写的学习成本，一个是 K8S 相关这种知识点的学习成本。所以啊，我们在 Airflow 添加了一种插件的功能。这个插件的功能呢，不是 Airflow 官方里面那个插件的意思，而是一种 DAG 模板的意思。我们开发了好几类 DAG 模板，
比如 ClayHouse 的构建任务的模板，还有一些数据导入导出功能的模板，比如开源的 Data 叉、Flink 叉之类的。同时呢，也有支持让用户直接填写 Bash 命令的功能模板。用户只需要在界面上添加接近参数，就可以启动多机器的并行化的容器化的这种任务。同时呢，它还支持跨越 K8S 集群。而这些用户要填写的参数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调度需要填写的参数，一类呢是任务本身进程启动时需要的参数。我们这里呢把它简化为两个JSON来让用户填写。当然啊，最好能直接在外部端展示一个一个具体的参数，有参数的含义解释，这样填写的时候呢，参数理解的成本也会小一点。所以后面我们在做机器学习平台的时候，就把这些参数按行拆分进行展示。另外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些插件代表的任务不是 Airflow Worker 直接运行的，而是 Airflow Worker 去调入 K8S， 在 K8S 的 Pod 里面去运行的。所以这些插件呢，都相当于 Airflow 中 K8S Operator 的功能模板。他们是同一类 operator， 只是实现了不同的功能。我们把这些功能进行公共化，然后提供一些参数让用户去填写，来实现对应的里面的这种代码逻辑。另外呢，为了更好的控制多用户的使用，我们在 Airflow Web 上进行了改造。前端呢，使用了 RBAC 的 Web 端，把权限认证授权加了进去。还有加入了我们腾讯内部的一些 OA 的登录组织架构，修复了时区这些问题，并且呢，对那些本来就习惯编写 DAG 或者本来就会编写 DAG 的用户呢，提供了在线上传和删除的功能。你既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这种插件填参数，也可以自己去编写 DAG。 只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用户或者相同用户不同 DAG 里面 DAG 名称相同的问题，他们会相互影响。我们知道 Airflow 和 Superset 呢都是 Airbnb 开源出来的，他们都依赖了 FAB 的控制台框架。我们做的实时 OLAP 系统呢，就是通过 Superset 作为可视化交互界面。我们也在做 Superset 的开源改造，所以我们把 Airflow 和 Superset 底层这种框架能力呢抽离出来，在其他工作上进行扩展。近期呢，我们也会逐渐把抽离出来的这种控制台框架呢在 GitHub 上进行开源。另外需要说一下的就是 Airflow 的开发工作，因为 Airflow 本身涉及的组件比较多，除了外部依赖的 MySQL、Redis， 本身还包含外部端、调度器、执行器，并且因为 Airflow 底层使用的是 Python 的 Celery 库，我们本身呢也可以使用 Celery 命令启动相应的应用。在本地开发的时候呢，为了启动多个容器组件，我们使用 Doc Compose 来进行本地开发，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开发生产流工作的一个流程。本地使用镜像打好 Airflow 的代码，来做 Airflow 的代码的开源改造。调试的时候呢，就在本地使用 Docker Compose， 在生产的时候呢，运行的时候呢，就用 K8S 来维护。配置文件呢，在本地和生产上都是通用的。我们在做参数调优的时候呢，基本就是调试这个 Airflow.cfg 中的文件。右侧呢，就是 Airflow 上面 K8S 集群里面可连号的构建和拉取工作的一些运行情况。另外再说一下 Airflow 的升级。我们开发后呢，就涉及到平台升级，或者经常要面临参数调优的工作。一些参数呢，最开始我们不太理解，设置的不太合理，后面在理解的过程中呢，会经常要改这些参数的配置。比如有一个 Worker 进程弹性伸缩的上下限，就与我们机器的性能有关系。还有一个启动超时的这个参数，与 Airflow 下面 log 文件的数目有很大的关系。时间堆积久了呢，原来的这个历史 log 越堆越多，
那么启动的时候呢，加载这些 log 文件呢就非常耗时，去索引这些 log 文件就非常耗时。所以我们也可以配置定时任务呢，去定期的把这种过期的 log 文件删除掉。删节呢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结构呢是 Airflow 的 work 调度 K8s 集群中的 pod，那我们 K8s 中的 pod 里面的这种 ETL 任务呢本身又非常耗时，需要花费的一定时间。任务重新调度，如果直接重启这种 Airflow 的 work 呢，会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 work 里面的进程呢就消失了，任务呢重新调度，之前的任务呢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重启呢会有很大的时间成本的这样一个浪费。另外一个呢是 work 重启后呢，在 K8s 里面的 pod 呢并不能被及时的删除掉，会成为没人管理的孤立点。它现在呢，既占了资源，又在做一些无用的工作，又平台呢，又感知不到这些 pod 的存在。而且有时候呢，如果你的代码逻辑仅支持相同任务某个时间点的调度，只能启动一个的时候，如果两个重复的任务同时运行呢，会出现文件和资源锁死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直无法自动解决这种存在卡死的情况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采用的升级策略呢，是先在 K8s 上把 work 的滚动升级策略改为 onDelete，这样即使修改了配置呢，我的 Airflow work 也不会自动重启。然后分批进入 work，使用 salary 的命令禁止当前 work 继续消费新的任务，但是呢，保持把已经消费了任务。消费了的任务呢，处理直到完成。当一个 work 里面的历史任务都处理完了，就可以重启 work 了。它就可以新的代码、新的镜像、新的参数，重新启动、重新消费新的任务了。这样做的不好呢，就是需要等待任务运行结束，没有直接删除 work 来的省事儿，来的省心。最后来说一下 Airflow 在数据中心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 DU 指标的监控、CLEANS 的构建工作，还有一些离线数据的导入工作。同时呢，也支持用户直接执行 SQL 命令或者 Python 命令的容器化调度。但是在 Airflow 的开发和使用过程中呢，几个体验不好的地方也同步一下。一个是 DAG 的编写需要代码。这个是有学习成本的，普通用户呢基本不可能去学习这个东西，而且这些 Python 脚本中的 DAG 变量呢，用户可以随便定义，定义重复了就相互冲突，排查起来呢也比较困难。加入 DAG 文件的时候呢，也不会做自动校验，而是直接忽略其中一个 DAG 文件。另外是时区问题，这个处理起来呢，在滑到上海时区的时候呢，都要处理一下。还有就是 Airflow 中的模板变量，在和 K8s 结合的时候呢，相互冲突，这个无法自由控制。将模板变量作为 K8s pod 的参数呢，是没有办法通过 K8s 校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任务回填的时候呢，需要进容器执行命令，命令行去执行这种命令，没有在线批量回填的功能。Airflow 的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呢，就是机器学习平台。我们在做机器学习平台的时候呢，就根据 Airflow 的优势呢，还有不足，我们后面在做机器学习平台做了这样的选择。一个呢是前文章框架，刚才说了 Airflow 和 Superset 的底层的 FAB 平台的框架能力，我们提炼了出来，并且应用在了机器学习平台里面。在这个框架里面呢，我们加上了 OA 的系统登录、RBAC 的权限管理、前后端的生成、标准化的接线 API 响应、通用的各类客户端调用的 API、Salary 的定时调度、数据的缓存、用户的行为记录、接口函数的调用记录、数据库结构的升级、回滚、Docker 镜像的封装、Docker Compose 的本地调试方案、K8s 的生产环境部署方案，都在这个框架里面呢，都被涵盖了进去。这也是我们从 Airflow Superset 中提炼出来的通用能力。
另外一个呢，我们借鉴了，我们因为在 Airflow 里面这种没有办法直接拖拉拽的这种能力呢，我们在开发机器学习平台的时候，就开发了一套方便用户拖拉拽的 DAG 编排能力，降低了用户的接入成本，不需要用户去学习这种专门的代码，用户只需要在模板库中拖出自己需要的模板，配置好模板使用的参数，然后再串联多个任务流，多个任务形成任务流，这样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在线形成 pipeline，并且呢每个参数呢我们都把它拆解出来，每一个参数呢都有相应的含义，这样呢用户在填写参数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明了，也不需要太多的去这种宣传，他就可以很方便的去明白每个参数什么含义，如何去填写参数。还有一个是，既然我们要使用 Airflow 调度 K8s，为啥不直接使用 K8s 云原生的调度框架？所以我们在机器学习平台里面换成了 Argo 的这种云原生调度框架。调度记录呢是由平台保存和发起，底层的调度框架呢我们还是用 Airflow，还是用这个 Celery。调度的运行呢是由 Argo 来执行，并通过 K8s 保留云原生的能力。运行实例的跟踪呢就使用 Kubeflow Pipeline 来实现。单独一个 task 的 debug 或者这种日志跟踪呢，我们平台呢就直接对接了 K8s 的 pod。最后一个呢借鉴点呢，就是我们加上了在 Airflow 中使用的这种模板插件的能力。我们在机器学习平台里面呢，也加入了很多分布式任务的模板，包括这种单机的分布式的 CPU、GPU 版本的这种多机多卡的训练，支持 TF。的 PyTorch 的、XGBoost 的、MaxLight 的这种多种多样的框架，也有这种 PRE、DeepFM、MMOE、YouTube DNA 等多种多样的框架，也有分布式的数据处理的这种任务模板的功能，还有超商搜索的、模型校验的、模型服务化的、向量搜索的这种机器学习中的这种任务模板呢，都被加入到了机器学习平台里面。通过上面的这种设计结构呢，我们就形成了现代机器学习平台里面任务调度部分的一些功能。当然了，机器学习平台里面还有很多模型孵化、在线 notebook 等其他一站式的功能。这个机器学习呢，机器学习平台呢，我们也会逐渐在 GitHub 上进行开源出去。下面呢，就是 Airflow 加 K8s 在数据处理和机器学习平台上的一些应用经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谢谢大家，大家也可以私下联系我，相互交流，好，谢谢大家。